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游戏《超级兔子人》。看过我视频的观众应该看到过我玩。这游戏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你控制这个兔子，然后可以蹦，然后可以抓，哪个键是抓来着？这个键是抓。哎，我都已经通到那么后面的人了，我这第一关会过不去吗？等会儿。好，给大家看看这个游戏的一些小高阶技巧，这个叫后撤。好，来，我们用这个东西作为杠杆，把自己给翘起来，就可以很轻松的上去。好，先把萝卜放进去。好，我们也进去。这个游戏有很多微操，这个东西叫做什么？狗熊蹭树，这个技巧，大家可能不知道啊。看，狗熊蹭树啊，就蹭上来了。好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什么东西啊？叫做反向跳跃。来啊，兔子登鹰，等会儿啊，这个叫回拉，向位猛冲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三级跳远。来，进去了。这个东西叫做什么？叫原地回旋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地下勘探。你看这个技能名字一套一套的。好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以身试险。以身试险。好。回拉，找一个角度。哦哟，这个叫驴打滚，这个叫无敌风火轮，这叫狗熊上坡，没上去呢还。嘿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以脚取物，但是我的脚好像不太灵活，还是用手吧。嘿，前面这边要小心啊，因为这个地方你看下面有个刺儿。虽然说一个高手，你看这个我如果滚过去会正好滚到刺儿上面，我的脚是没处落脚，所以说就给大家介绍一些高阶技巧。你看这个叫往前微微的位移，然后正好啊，大家可能看我没有登到，以为我算错了，但其实完全不是啊，刚才这一切都在计算之内。呸，登反了，这个叫做难度系数增加啊，正常的通关这个我们体操还有一个难度分。来啊，过了吗？这不是轻轻松松。然后你看好了，这个叫位移，等会儿啊，看好了，我们先往后挪一点步，等会儿啊，脚有点痛，看好了，回呀